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希望我的眼睛视力能够快速变好。啊？啊，我看到一个长条的虫子，我们那边叫豆蛇，但不是蛇啊，那个长在那黄豆叶子上面，大概这么长，这么长的黄色的，那个长长的那个它可以爬的呢，在这个黄豆叶子上面。黄豆叶子上面，它比较那个虫子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尾巴的地方两边会伸出来，往边上伸出来。哎，我这个虫子，我江苏那边叫豆蛇，你们那边上海不知道叫什么？我首先找一下子啊，看看，找个图片给你看。找得到找不到，我不知道，因为不知道那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如果找到这个呢，我就，就像毛毛虫一样吗？不是毛毛虫，不像毛毛虫，就是，一种青颜色的，它出来的是植物呢，打的都是两个字，那它是那个一种那个。青颜色的，颜色是青的，一个青的，然后那个是青色的，长呢，大概一个手指这么长，然后呢，它那个吃那个叶子，在上面啊，有时候堵在那个植物上面，颜色就差不多嘛，就看不见这个叶子上面堵了这么一个肥虫子啊。那个肥虫子呢，长长变大了以后呢，它就，它会变成蛾子，飞蛾就是飞的，然后呢，飞蛾呢又产了那个籽呢又变成了那个虫子，哎，这个过程那个蚕知道了吧？养蚕知道了吧？哎，我。蚕宝宝。哎，对，蚕宝宝，就是说，蚕呢是那个偏白色的，偏银色白色的，它那是青色的，但是比那个蚕的要大一点，那个生长的过程比较像啊，你就想象着那个蚕可能就，好理解一点，那个蚕的屁股那边啊，不是屁股，尾巴那边，好像也有侧面两个鼓出来的东西，往侧面伸出来的东西。生出来的东西，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个青色的那个虫子叫豆蛇，那个玩意儿呢，它也生出来两个东西。为什么特别强调要生出来两个东西啊？生出来两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看到一个女孩，这个年龄有点大了，长相上看上去有点大了，不像那个原来那个，只有四岁级的。然后盯着那个豆蛇看的时刻。好像不认得哦，对，不认得这个东西了，不认得这个东西。但实实在在看到了，长度就这么长啊，比刚才我描述的要长一点，这么长，从这边到这边，有个人看着他，有个人看着他，这个你看到这个虫子的时候，你不认得这个东西，但应该在澳洲应该过了20岁了，这个。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年龄比较大了一点，年龄大了不是我，现在出现的年龄呢，因为我现在看你的那，你看他的长相已经同你现在比较像了，不像那个以前看到的这个年龄都比较小的，看到这个时候呢，你不认得他，你不认得他。你不认得他的时候呢，他好像要告诉你，这到底什么个东西啊？然后临界有个东西，我们想象之后有个外灵啊，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我不知道啊。他在你眼前呐，放了好多好多的纸啊，蚕茧。蚕子你见过的，蚕宝宝的那个纸看到吧？它类似放了好多那蚕宝宝的纸放在你眼睛前面，
你看来你不认得它是什么东西啊？你看到了这么一个东西，你不认得，你可能不记得，因为你不认得它和没记。这件事你不一定记得啊，但我看到了，你不认得它，不认得它的时候呢，临界有人帮你做好事了，帮你做好事的时候，就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但他用什么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跟你前面放了好多的蚕子，密密匝匝，密密匝匝，你那个蚕宝宝生的那个纸啊，这个你见过了吧？他有的人放在纸上面，有的是什么密密匝匝，密密匝匝放在那边啊。然后那个林间有个不知什么人台什么东西啊，反正从背后伸过来，伸过来以后在你眼睛一挡，挡满了那个纸啊，挡满了那个纸啊。他就告诉你这是什么一个东西，就是有纸长冒出来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虫子，就像蚕一样，慢慢慢慢长大了，慢慢慢慢长大了，慢慢慢长大了，然后变成像狐狸一样的东西啊，狐狸一样的东西再变成那个产的那个纸，你先把这个一个循环把它搞明白，记到脑袋里边有这么一个循环，你就参照那个蚕。哎，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认得他，人家就来告诉你，让你认得这是什么东西。他用的方式就是在你眼前放了好多好多的纸啊，把你眼睛给挡掉了，就塞满了那个纸啊，一点点纸啊，整满整满一纸，纸不是把眼睛挡掉了吗？把你的光线给挡掉了吗？原因为什么来挡你？原因你不认得他，那么就反过来，你认得他。他现在不会挡你了，是吧？就这个是吧？对，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告诉他认得，但你不是说马上就直截了当，只是说一个认得。哎，你一点点描述，你把这个东西描述给你，你一边讲出来，临界的如果听到了，认为你确实知道这个东西，那么他就把它拿掉了，把你的纸给拿掉了，我们就知道他的想法和我们的方案是这样。好，我们一步步现在开始做这个东西啊。哎，你就描述就行了。你原来不认得啊，现在就跟着我讲的那个描述。但是这样你，一下子找不想不起来这个叫什么？哎，你说，我看到一个肥肥的虫子。我看到一个肥肥的虫子。哎，我看到一个肥肥的虫子。哎，然后你说，在植物上面，在植物上面。好，等一下啊，我再努力一把，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玩意儿。看看这个吧，但比它大，也是大号的那种，你可能看到小号的，但品种不一样，有的那个菜上面那个青虫就这么长嘛，它那个是就把那个东西放大，真的是大，这么长，从这边到这边那么长，是那种虫子，样子有点像这个，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毛毛虫了。但不是他，我们现在看的不是他，是他身上有那个点点的呢，你应该不认得他，嘴巴在这边，然后尾巴呢，刚才我说的尾巴一下子看得尖尖的，两个呢，你看一个尖的东西呢，不在手指这个，因为他要滑过去，我就，在这里。一个渐渐的东西侧面，这个就很有特征的渐渐的东西，就是相当于这样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这嘴巴在这里，尾巴在这里，尾巴的往侧面伸出来一个尖，这边伸出来一个尖，你不认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认得，青虫认得，但刚才那个不认得，因为你不认得，所以林姐就来告诉你这么一个东西了，告诉你这么一个东西了，然后呢，现在呢，你就要
要表面认得它，你就描述就行了。那你说，我看到植物上面有个大青肥虫。我看到植物上面有一个大青肥虫。哎，我看到植物上面有个大青肥虫。我看到植物上面有一个大青肥虫。哎，你说这个东西样子有点像那个菜青虫。但是呢，要比菜青虫大得多。但是呢，要比菜青虫大得多。而且它身上一节一节还有点点。而且它身上一节一节还有点点。哎，这个虫菜青虫区分开吧，一节一节，真正的其实这个虫子看起来比这个上面的一点一点那个要比这个鲜艳，这个就拍的有不是太鲜艳的，这个有一点一点有这个特征的。哎，有这个特征的，然后大概像手指头那么粗，长了一个，长到这么长一个东西，来，反正你脑袋就把它印象印出来。然后呢，你说这个虫子啊，长，后来就会结成茧。哎，说切成茧的是这样，我也没见过。但是我是参考那个蚕茧嘛，蚕呐、啊，哎，就会切成茧，因为它是同类的嘛。然后你说切成茧，然后呢，这个虫子咬破这个茧以后呢，就变成像蝴蝶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这个虫子咬破茧以后就会变成蝴蝶一样的东西。哎，你说的像蝴蝶一样的东西，那个人拿那个蚕子挡着你。那个纸啊，挡在你眼前的已经拿掉了很多了呀，拿掉一些人家，哎，他知道你那个说的对了，说的对以后，因为你当时你可能无意当中有意无意的你看到这个虫子，但呢，有可能你只是眼睛瞄了一些，没看到眼睛里边，没看到，有可能没看到啊，那临界的以为你看到了啊，或者你盯着那个东西盯了一下子，我们说那个动物，有的那个东西啊，有个保护色嘛。就身体上的那个颜色同那个植物比较像，太像的时候，有的人不注意的话就没有看不出来，没有分辨得出来。哎，它身上有个刚才一直讲一个点点嘛，就是蚕豆啊，蚕豆那个开花的时候身上也有个点点，花上面。那呢，这个就是混在里面的更容易隐蔽过去，就像个保护色一样的。像个保护色一样，有的这个东西你看以后，它就你以为是植物，就没发现这个东西。但是这一次呢，临牌当中呢，你强调是看到了，而且认得它，要表明这个啊、哦，表明这个人，哎，你说到那个会长成茧的时候，他已经把你拿掉一半了，拿掉一半了啊、哦。然后你说，这个变成蝴蝶样的。东西的时候，它就开始产子了。最后变成蝴蝶一样的时候，它就开始产子了。哎，刚才你说那像好像蝴蝶一样的东西嘛，那飞的飞虫嘛，变成蝴蝶样的时候，它已经拿掉一半了。知道你这个，然后你说它会产子的，你说完一个产子以后，哗一下，它把钱拿掉了，钱拿掉了，你把你就挡在你前面的眼睛好多，前面的好多籽已经拿掉了，拿掉了，然后。你继续说啊，因为清干净，把这个信息清干净啊。因为虽然已经拿掉了，是不是还有什么影响？我们再看一下啊，要把它搞完整。你说，产的籽里边会产出生长出小虫子来。产的籽里面会生长出小虫子来。哎，就像那个蚕宝宝，从籽里边长出来。然后吃植物的叶子，然后吃植物的叶子，一点点长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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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然后你要讲一下这个同蚕的区别，那个生长的一个环节同蚕差不多，那个生长的环节同蚕差不多，哎，但是比蚕大。哎，
蚕是白色或者银色的。蚕是白色或者银色的。哎，你说你是青色的。你是青色的。哎，一个循环，一讲完以后，他就拿掉以后，还要把你眼睛前面那个把你扒扒干净，扒扒干净，就相当于你的眼睛前面，他这个我们人工。我们养蚕的人是最后把那个蚕子长在一张人工制的，放在一张纸，类似纸什么上面啊？但是这个东西呢，是产在那个植物的，植物那个枯掉的植物上面。哎，明白吧？它没有人工参与在里边，跟它一个生长环节人工参与在里边呢，所以它就只能是自己找一枯掉的植物上面产的那个籽，所以呢。在你眼前的还有好多那枯掉的植物啊，哎，你讲明白了以后，他把那个，枯掉的植物啊，拿掉了，枯掉的植物拿掉了，然后呢，哎，实际上拿掉了，然后你更强调一下，更强调一个什么事情呢？实际上上次啊，你在植物上面开了植物，但是你以为那个是植物，而不是一个虫子，你当时啊，所以我说你肯定不认得它。你没见过，肯定没认，不认得他。实际上你眼睛凑下去了，没仔细分辨，当时没看到。但今天你要强调，看到了啊、哦！你说我看到你了。哦，我看到你了。哎，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哎，是看到你的时候，你就眼睛就亮，眼睛前面就亮了。你说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得清清楚楚。哎，你说你看得清清楚楚的眼睛这边就突然一下子眼睛就清清楚楚的呀，你再继续说，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得清清楚楚，哎，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得清清楚楚，哎，继续说，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得清清楚楚，哎，这个时候嘛。在你从你背后过来啊，这个什么力量我不知道，没看到一个，这个不重要，什么拿给你的不重要，但这个信息在你眼前了，然后就再慢慢这个退走了，慢慢退走的是这个时候我就出现了，眼前出现了癞蛤蟆，癞蛤蟆你这个你认得吧？哎，你说这个是看到癞蛤蟆在那边。哎，然后看到癞蛤蟆的时候呢，哎，你说我看到癞蛤蟆的一个，你说我一阵心里紧张呀。我看到癞蛤蟆以后，我一阵心里紧张。哎，我担心癞蛤蟆把你的籽给吃掉了。担心癞蛤蟆把你的籽给吃掉了。哎，你担心癞蛤蟆把它的这个籽吃掉啊？你有点担心了啊？你有点担心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刚才不是在你眼前生了那个很多那个籽在那边吗？哎，当你把籽吃掉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要生过来了，又要把那个籽啊要放在你眼前来了。你这什么原因嘛？我告诉你啊，我不要你猜了，我直接告诉你啊，那个癞蛤蟆要吃个东西，虫子是蠕动的，动的，动的东西，癞蛤蟆就看得见，就会吃。如果只是一个从那个。纸躺在那边呢，癞蛤蟆是看不见的。他没看到动的话，静态的东西癞蛤蟆是看不见的。啊，你连忙就在把这个描述出来。哦，我知道癞蛤蟆不会吃你。我知道癞蛤蟆不会吃你。哎，因为那个卵躺在那边是不会动的。哦，因为那个卵躺在那边是不会动的。哎，我说的这个躺的纸啊和卵是同个，我说的同个事情啊。哎，哎，你说那个纸啊，缠在那边是不会动的。那个纸缠在那边是不会动的。哎，癞蛤蟆发现不了。癞蛤蟆发现不了。哎，哎，这个就是你把那一类的动物的那个生态、啊、就讲得很明确的时候，讲得很明白了，它就不会来在你眼前嘛，因为你不明白这些，它就会来放到你眼前来的嘛。所以呢，你对它说，哎，不要紧，癞蛤蟆是。发现不了这个虫子的。啊，不要紧，癞蛤蟆是发
虫子的。哎，但是你要知道，癞蛤蟆看到只要动的时候，它就看得见了。哎，然后呢，你刚才那个是静态的，虫子这个直缠在那边的是癞蛤蟆不会发现。但是你要告诉接下来的时间，你说，但是小虫子出来的时候，癞蛤蟆就会发现。哎，就是它那个从那个壳里边生长出来的嘛，生长出来从壳里边这个籽里边爬出来的，不就动了吗？一动动癞蛤蟆就被可以发现了嘛。所以呢，你要告诉那个小虫子啊，你对他说，你出来时候一定要看准时机。你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看准时机。哎，你看看癞蛤蟆不在的时候。你再出来，你看到癞蛤蟆不在的时候再出来。哎，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不是第二次他又把那个纸放到你眼前的。哎，知道你懂这些啊，他又拿走了，在你眼前又拿走了，把那个纸啊，就是相当于一板，就那纸上面就铺满了那个东西挡在你前面了。哎，然后你说继续说。你看到有癞蛤蟆在的时候，你不要从里面出来。你看到有癞蛤蟆在的时候，你不要从里面出来。哎，你说，你确认一下，如果癞蛤蟆不在，你再悄悄的出来。你确认一下，如果癞蛤蟆不在，你再悄悄的出来。哎，然后，你往植物上面爬。然后你往植物上面爬。哎。你躲在叶子的上面。你躲在叶子的上面。哎，也叫正面，就迎着阳光的那边。因为癞蛤蟆从下面看上去就，在正面它就看不见了嘛，背面会看得见嘛。所以那种那个虫子喜欢待在那个迎着阳光的这一面，不会待在下面，待在下面就会有癞蛤蟆会看到它。哎，你对它说，虽然太阳有点晒。你还是要待在上面，叶子的上面。太阳有点晒，你还是要躲在叶子的上面。哎，最好的地方你躲在哪里呢？躲在上面，然后这个叶子上面还有一片叶子，把阳光挡住了。然后你说，万一你从那个壳里爬出来的时候，就是纸里边爬出来的时候，突然一个癞蛤蟆要过来了。如果你发现这个，万一你从壳里出来，你爬出来的时候，突然癞蛤蟆要过来了。哎，这个时候不用惊慌。这个时候不用惊慌。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你不动的话，癞蛤蟆又。不会关注你了。你不动的话，癞蛤蟆就不会关注你了。哎，然后等到癞蛤蟆走了以后，你再往上爬。然后等到癞蛤蟆走了以后，你往上爬。哎，说完以后，感觉你是完全懂这个东西的。然后临界后面一个大手啊，一个大手啊，就拿掉了。走了，哎，这个大手是一个人，是一个人，这个人是，他没有走到你前面来，站后面，但这个人是谁呢？应该是你在中国上学的时候，应该是在初中这段时间。学生物的时候，应该生物你们学过了吧？也会讲到，应该是在初中上的，应该来说，是那个虫子，讲到虫子之类的，是你那个教你那个生物的那个老师。但这个不重要，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他应该去世了，就是应该来说，在你上大学的时候，应该他去世了。一个男的，好像是，因为他的背后。
因为我根据他的胳膊的粗细来判断这个男，他没有出现在你正面，只是拿了一个手，帮你挡了。所以说，我说看到有个类似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当然因为手在那边嘛，那是个是谁？那个信息没出现，明白吧？他挡的那个纸在那边，现在呢把前后连贯起来以后就明白了。哦，原来那不是来害你啊，让你明白这个。你可能在初中大概在初中嘛，应该是。你在上学的时候就没搞明白这个生物是什么，没搞明白这个老师在讲这个虫子的时候，你没搞明白什么。然后你正好在那个地方上大学那个时候呢，正好就看到了那个虫子，但是你没有连贯起来，从原来学的没连贯起来，你也不认得那个。实际上呢，你也没看到眼睛里边，关键问题你只看了一眼，他认为你看到了而不认得他，因为你没有一个关注的过程，明白吧？他在灵界看到你看了，你那确实可能是往下看了一眼，但是呢，你再仔细一辨认呢，可能也人家说你眼神不好，没看到一个虫子在上面，但是呢，第一眼看的时候，啪，好像闪了一眼看到一个东西，然后再仔细一辨认，因为颜色同植物的颜色很亲嘛，都是很近的，都是青颜色，你就没看到，你没看到呢，他认为你看到了，但是认为你不认得，你们一看，马上就头。眼光就离开了那个嘛，他就觉得他感觉你不认得，他认为你不认得这个，没同你那个上学的时候这个，讲的事情连贯起来，所以呢，那个老师呢就在你眼前就拿了那个纸，哎，这里给我来龙去脉明白吧？哎，然后你进了这个时候，他没有，他那个正面像没出现，但出现了手。那个时候，我一开始不是一个手伸过来的，因为我说这个虫子，好像要被没有虫子进院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为什么挡在你前面呢？哦，原来是他。然后你现在那个虫子拿走了，你为了让他不要再来，或者说他还要帮你在眼前可能递了其他虫子什么之类，或者其他生物有关的东西啊，所以呢，开始我们同他沟通啊。你对他说：“哎，老师，谢谢你，你的关照着我。老师，谢谢你，你一直关注着我。哎，谢谢你的关注着我。谢谢你一直关注着我。哎，谢谢你一直给我支持。谢谢你一直给我支持。哎，现在一个对比，一般来说我们很少有对比的，但这里要一个对比。那个老师比较在乎这个，你说，你同其他老师不一样。”其他老师学完他的课程，他再也不会来关注你了。哎，这学完了以后再也不关注你了。没想到我毕业这么多年了，你还在教我。谢谢你看得起我。哎呦，我从你这里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很高兴，很高兴，他就收摊了。他拿了很多东西啊，拿给你啊，什么鸟之类的，都挡在你前面了。真的，一走廊的东西啊，我感觉说有走廊，一走廊的东西啊，那个老师给你堆了一走廊的东西啊，都各式各样的那个生物啊，他各式各样的生物啊，就堆在那边，要交给你啊，要交给你啊，一堆了。整完好像堆满了呀，鸟啊什么之类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啊，哎，你说谢谢你让我很感动，他最前面是挡了虫子，后来往回一看，堆了好多好多那个各式各样的同生物有关的东西，还标本呢，还有标本什么之类的。那个标本就不是真正的了，有的是石膏做的，不一定是真正的东西，一个模型之类的都堆在那边呀，全堆在那边呀，他要一点点要交给你啊，一点点交给你啊，你自己同他沟通，你想说什么同他说什么。啊，
对他说对不起，我那时候实在，我那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我以后会尽量去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啊，对，然后刚才说谢谢你特别关照我的时候，之前说的时候他就还收摊了呀，他就往外拿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鸟呀，一个鸟也待在那，然后我再往前一看吧，就堆满了东西呀，一堂就堆满了东西呀，在这里啊，我说那原来我一直说一个几个例子，我说走廊里堆满了东西，你从这头看到那边的看不到底嘛，现在我看到就堆满了东西呀，啊，你要对你说谢谢你，你把你所有的教具都拿给我了。收完教具都拿给我的时候，他反而就开始撤了，因为你相当于你看到了嘛，你他的用心良苦，你知道了吗？你知道他的用心良苦了吗？啊，你说对不起，我对你实在关注太少了。对不起，我对你现在关注太少了。哎，对不起，我实在对你关注太少了。然后你跟他说，你刚才不是说不记得他？我现在告诉你啊，你现在这个时刻，你要对他说，老师，我对你记得一清二楚的。老师，我对你记得一清二楚。哎，我记得对你记得一清二楚的。我对你记得一清二楚的。哎，你说我很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你。哎，你教完我的课程2年以后的夏天。你不幸落水去世了，掉到水里淹死了，那老师啊，不知怎么搞的淹死了。你教完我的课程2年以后，不幸落水了，掉到水里淹死了。对不起，我没参加你的葬礼，谁听你不知道？对不起，我没参加你的葬礼。对不起，我没有参加你的葬礼。哦，我告诉你，他的眼前呢，掉到水里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眼睛是睁着的，睁睁大大的，这眼前全部水呀、啊。他眼睛没闭起来，想努力挣扎出来的时候，想睁开眼睛看呢，看清怎么一个，挣扎出来，所以眼睛是一直挣扎的。然后呢，因为他那个好像落水以后就被冲走了，那葬礼当然也没法开了啊，葬礼没法开了，所以呢，所以没有任何学生来参加他的葬礼，但是他认为是还是有一个葬礼的，实际上是没有葬礼，明白吧？没有葬礼以后在灵界啊。对他来说很悲伤，很悲伤，很悲伤。以后有一种那个很悲伤的时候，有一种经常像很伤心，像哭的那种感觉，一直在哭的，一直在流泪，眼前呐、啊，一直在流泪，一直是模糊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就隔了一阵子，有种悲伤上来了，然后就眼泪就下来了。这是他的，是那个老师的，是那个老师的。哎，他也没显示。我不知道他又像男的又像女的，这个因为那个看不见他的脸，一直在后面，你知道吧？他一直躲在后面，手伸出来的，那个手的这个形状来看呢比较大，像个男的，但是呢，他的性格呢看起来多愁善感，又像个女的，然后就不小心就2年以后落水了，落水以后他总觉得，已有背景还没把你们那个教完呢。他应该他学到的东西掌握的东西还没应该要教给你们的还没教完，这是他临界的想法啊。你这个课程结束以后，我们常规来说同老师没关系了啊，但是他临界的是很执着，觉得还没有教会你们，他应该学到好多知识啊，没有教到你们，所以呢你突然就看到那个肥虫子的时候，你看了一眼他们，你实际上就瞟了一眼，感觉到是一个有东西，再仔细看有保护色在那边嘛，就没分别出来这是个虫子。那个老师就马上就意识到你不认得他，他就连忙把一个教具拿出来了，相当于那个是指的是教具啊，在你眼前放了很多很多，就这个东西啊，因为你看不见嘛，越放越多越放越多，他就还在教你，你看到的这个长虫子啊，就是由这个纸长出来的，就刚才我们描述的这么一个循环呢、啊。所以在他前面就是挡了这个嘛，哎，然后刚才你说谢谢你一直在关照我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是拿掉了，拿掉这拆下来一瞬间，我看那个鸟啊在那边，他放了鸟啊，再一看呢，这一走廊的东西，真的堆了一走廊的东西啊，全部掏出来了，觉得一挡在那边要一个一个交给一个一个交给你，一个一个交给你，啊。哎，你对他说，宇哥，我要多关心生物界，这个生物啊，就讲的那个动物、植物、矿物这一类的。你说，宇哥，我多关注生物界。以后我要多关注生物界。哎，我重新开始学习。我重新开始学习。我要把你想教给我的东西，我全部学到。我要把你想教给我的东西全都学到。哎，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原来我一直说那个好像那个走廊里边堆满了东西嘛，然后像个轨道一样的，啊，就是慢慢就滑出去了呀，像那个轨道一拨，整个东西就滑出去了呀。哎，明白意思吧？就一拨出去了以后，他把那个。他那个教具啊，他就是生物上有关的东西啊，他就伸出去了，收走了，把他收走一个，把他一下子都眼前的从这边看到那边，好像那个清干净了，就眼睛就是这个东西就看过去了，清掉了呀。哈，那么你。就算了，你听到的时候他为什么他一直躲在你背后，就没有出现那个脸，他一直在背后，你转过来他也到背后去了啊，然后你对他说，谢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谢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哎，让我一直可以获得新知识，让我一直可以获得新知识，哎，这样不至于我的知识会枯竭掉，哎，说这样的我意思，多赞美他几句嘛，多赞美他几句以后，他然后慢慢从你背后撤走了，撤走的是好像拉着船在往后走了呀，好像应该那是落水，也可能用那个船拉轿具有关，因为我现在看那个小船呢、啊，像一长溜啊，它是放成一长溜嘛。我最后看到的，你说刚才最后表达了一个，他就慢慢拉到那个一长溜的船呐、啊，一长溜的船就慢慢走了。也就我说走廊里的东西，为什么说，是这个一波都走了，原来是船呐、啊，船上堆满了，然后它往上面一，只要一移的话，整个一船就到边上去了嘛，就能整体的走嘛。整体走了以后，然后你感谢他的，他要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他拉着船呐、啊。拉着船走了呀，他在后面拉啊，就相当于在拉着，在后面拉着啊，他在这边拉，那个船就慢慢就走了呀。应该他是采购教具的时候用船上的，可能也不是老他的老师喜欢干这个事情，不是学校安排他的，他可能又是收集那些东西的时候不小心那个船上掉下去了，从船上掉下去淹死了。估计也没有陪伴人，他自己喜欢干这个事，然后就淹死了。哦，现在你这个信息彻底收到了，收到以后呢，你今天结束以后呢，不一定是今天，反正这段时间啊，你找纸上或者自己画，如果你不太会画的话，你到哪个地方捡那个船，不是人船啊，就小船，普通的小船。就是你见到的最连顶都没有的普通的一个小船，你多几个，连成一串，你可以那个剪报上剪个图片就行了啊，样子比较像的那个几个，然后呢用那个线把它连起来，几个船呢、啊、至少3到4个啊，就是用线把它穿起来，然后烧给他，烧给他以后呢那个就是，哎。彻底就离开了。哎，这个就是这个是。
离开的除了那个物品和那个老师都一起离开了，他整个是一直在你后面，没有跑到正面来。他从背后伸过来，放了纸，再后来慢慢慢慢再处理，才发现原来有这么一个事情。这个慢慢的，少给他一点钱什么的。他都没有说主动提出来要钱，那个老师也不是很在乎，但你送给他是更好的了。要求当中没有这个，但你可以收一点钱给他，啊，哎，这个事情呢，你那个不用怀疑任何发生的事情，看到一点不会错。我现在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就是有一年的那个春节过了以后，我姐突然跟我说，说一件很伤心的事情，说我弟弟春节回老家的时候，喝酒了就说喝醉了，然后同姐夫说打架了，然后就说经常踩了他的那个说脚啊，踩了他的手指啊，就是后来指甲也掉了，说一喝酒就这个样子。这真的很伤心。说本来是高高兴兴说春节回家在一起喝酒，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我心一听那个很异常啊，很异常嘛。那叫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连忙找了我弟媳，我告诉他，我说有这么一个事，我说我姐讲的，她这个事，我说你。你替代了给他临牌排那个喝酒的事，后来我弟弟不知道不知情了，同弟媳呢就连线了排了，排了以后原来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我弟弟考上大学以后，一到学校第一件事去参加军训，到山东一个地方参加军训，军训的地方呢就是黄沙大那风雨大，那都是灰尘呐。然后我就看到他们都全剃了光头，因为那个地方又没有多少水，没有多少水，都每天都在泥里面滚着，那不好洗头嘛，又没多少水嘛，这个那些人就剃了光头。然后呢，那个教官是什么呢？是个小学毕业才，小学毕业突然有一天得到通知要招聘大学生，军训的时候他焦虑呀，急得不得了啊，急得不得了，他夜里就喝酒啊。那个教练呢，喝酒，他想我面对的是这么多的那大学生，我小学都没毕业，我怎么面对他们？我怎么教？他急得要死，就一直喝酒，一直喝酒，一直喝酒。他觉得就是这个任务就完成不了。后来终于到了军训开始那天，他之前一直愁的，他整夜睡不着。那个教官呢，再后来呢，终于到了那天的7点钟，他出现在那个学生前面。然后就开始教他们了，训练了。教他们训练的时候呢，也教他们打靶瞄准。打靶瞄准的时候呢，那个教官呢，只敢演示，不敢实弹，让学生实弹打靶，他不敢。为什么呢？他觉得自己是小学毕业，万一没打中，不是又出丑了？他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呐，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在那边呢。然后呢，他又是父母都是农民，农村里出来的。就穷的没办法，然后呢当了兵，然后呢就当了一个好像班长的这一类的。然后这一次呢接了一个任务，说要教大学生军训的时候呢，然后就着急啊，就拼命喝酒。然后呢，后来一个月以后结束了。结束之前呢，我弟弟打的百发百中，是大概整个学校的是整个这个学校啊，那不一定是这个点了，所有分散的各个地方训练的所有学生当中，我弟弟是得了个第一名。得了第一名以后呢，而且理论考试也是全对，就打靶的时候得了第一名。最后呢，因为这个事情就很突出，很少有人百发百中的。既然我弟弟在军训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月军衔，一般的学生不可能得到军衔的，就直接是得到军衔了。得到军衔以后，也就是说，我弟弟随时想到军队里去服役的话，这个就军衔就先拿到的军衔。说这样呢，在他们那个大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哎，后来呢，
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啊，就回到学校了。实际上回到学校半个月以后，那个教官呢射射手榴弹的时候，手榴弹爆炸去世了。我弟弟不知道这个事，一直不知道，我临牌的时候发现了。然后呢到了那个临界以后啊，他就打我弟弟啊，这样那个就打我弟弟的前胸后背啊。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弟弟那个皮肤这边啊，前烂了，后背也烂了，就临界被打雷啊，被那个他教官认为我是农村里出来的，你们都是城市里出来的，而且你那个打靶的时候居然打得那么打了百发百中，百发百中，而且你获得了一个一辈子的这个军衔。我在部队里混了这么几年都没有得到这些荣誉，都什么也没得到，而且你是城市出来的。他认为啊，实际上我们农村他不知道这个事嘛，所以一直妒忌我弟弟，全部一直在打压。临牌的时候我看到一直打了，皮肤都打烂了。另外附在他身上嘛，就是喝酒啊，借我弟弟的身体一直在喝酒啊。原来就是这个教官父亲，你知道吧？今天情况就同你差不多了，这个情况呢。然后呢，这个时候后来我临牌的时候嘛，我知道他因为是农村里出来的，深深的，自卑啊。他认为那些大学生都是城市出来的。哎，这个时候就同他沟通的时候，我说，哎，就是说。我们也是农村出来的，哎，一说以后嘛，他马上就不打了，本来就是妒忌嘛，拼命打嘛，然后就是对他说，一直维持终身维持，就是你一旦虽然短时间照顾我，但你永远是我的老师。然后沟通了以后嘛，他就不打我弟弟，就离开了以后呢，那个灵魂就没走，你知道吧？直勾勾的看到我。哎，我觉得奇怪了，他还有什么事？我再一感应嘛，原来是这么一件事呀。他原来那个参军的时候，就是那个教官呢，参军的时候对他爸爸妈妈说了一句话，有承诺了一个事。他说，我想找个机会带你们去天安门广场看看。他去世以后，这件事情没人给他干了，没人做了嘛。所以他就没有完成这个愿望不走啊。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在临牌当中替他带领他的爸爸妈妈去天安门广场看一下子，因为他原来他要实现这个愿望嘛，就没实现嘛，他就不走了。后来我帮他实现这个愿望以后，就离开了，灵魂离开了。离开以后呢，我就隔了两三天嘛。因为我排完以后，我也没听到我弟弟什么消息，也没听到我弟媳的消息，那也没得到反馈。因为我知道排完以后肯定那个喝就不会这样喝酒了嘛，我就打个电话问我弟，我说你现在喝酒怎么样了？哎，他说我突然对那个喝酒没兴趣了，说了一句话，说这两天突然一下子兴趣没兴趣了。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那个弟媳连忙就是。从他的电话上就说了一句，连忙就发短信给我了啊。他说对不起啊，我为什么没有马上联系你？他说我观察一下子到底效果怎么样。他说我知道那个效果以后才告诉你的。实际上，我弟媳没问我弟弟，他只是在观察嘛。那心理变化都没兴趣这个事情，如果我弟弟不讲这个事情的话，我弟媳也不知道这个事。但是我一问以后，我弟弟说了一句话，他不知道我们给他临牌的事啊。悄悄的怕他不知道啊，他说我这两天突然对酒没兴趣了，那没兴趣也就不喝了嘛，就啊，排完以后这个事情就好了，明白吧？哎，这个例子同我刚才讲的我弟弟自己的就很像，也是一个老师，那是一个军训的一个老师，你那个是你的生物老师，那但是呢，就是一个意外以后呢就提前去世了，去世以后呢，像这样的灵魂呢，就意外去世，你还是年轻的，他不知道你去世了，自己不知道的，以为还活着。所以呢，他还要不断的要做他以前的事情，就像那个教官，他深深的觉得自卑，所以在临界就一直打我弟弟嘛，而且呢，又考试考了第一，然后那个打靶是第一，考试又是满分，然后获得一个一辈的军衔，在他们大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而且就这个教官教的地方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迹啊！
哎，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对吧？我临盘的时候才知道。然后后来我同我舅舅讲了这个事情呢，哦，他说是的，那个人是小学都没毕业。他说了一个，他说家里穷得不得了。他说还我舅舅讲了一个事啊，他说穷了一个他没东西，在部队里边也觉得饿，那个人就没东西好的吃嘛。他说抓了个蚂蚱，抓了蚂蚱以后在火上烤了就直接吃啊。他说拿了一个蚂蚱给我弟弟吃，我弟弟告诉我那四个啊，我同他讲完沟通完以后，他说了一个。他说我弟弟说看那个从来没这样吃蚂蚱的事情，说看着恶心的是，吃也不吃，不吃也不是，你说吃吧，他恶心的没见，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东西，你说不吃吧，觉得好像那个不领情呐。你就说到这里以后，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忘了这个细节，到底我弟弟吃了没有，吃了没有呢？我这个不记得了。哎，就讲到这个细节，他说家里确实很穷很穷，另外一个是小学没毕业。另外一个，喜欢喝酒，哎，四个人一合定了，我弟弟就讲的事情都对上了呢。但之前我不知道，之前知道呢，我只是知道他参加了军训，参加了一个军训，只知道这个词，其他我一概不知道。临牌的时候知道了，然后就连贯起来就这样的。我讲这个事情呢，就是让你不要做任何怀疑，为什么？稍微有一点怀疑呢，他走的不会痛快，明白吧？这个老师就不会痛快，因为你根本想都想不到。你都不记得他呢，哎，有这么一个老师了，哎，那他又跟着，他还不知道已经去世了，所以拿了，我眼前看过去至少有三个船，因为如果第四个船在后面已经拉过去了，我就看不见了，因为我能看得见的事情都在我眼前的，因为那个老师我面孔看不到，因为他一直在后面，然后呢，后来说一闪闪开的时候，一个我是那个你看到了一个火车交接那个拉了几个船。这个时候往边上一闪的时候，他在往后拉的时候，我看到有三个船。那到了后面是不是后面还有船，我就不知道。所以至少三个船。那这里边呢，我记我弟弟那句真的是让你不要做任何怀疑，这样呢他走得痛痛快快，这一船东西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一个挡在这前面的那些东西没了，是不是眼睛上还有其他问题呢？我不知道。但今天呢，我就看到一大堆的东西。哎，这几个船，但不要单独的，你用缝衣针把那个线穿一下子，打个结就是连起来，把那个船，至少三个，你可以做四个或者更多一点都可以，用那个线穿起来，明白吧？因为我看那个船是连着的，是穿着的，它在后面拉，这个问题就出在那个船上面，那个船搞那些救济去的时候，落水淹死了，好像那个我就看那个场景上没有其他人。就掉下去了。那个教具呢，也有可能，但我们看起眼前的好多教，有可能它自然界里采集来的，也有可能对他来说，对他来说很感觉很重要的事，是这么一回事。好的。好，那就这样啊。好，谢谢老师。不用谢啊，再见啊。再见。